试试，下个月涨5-10块了，这个就放一年半，真的啦。对呀、啊，一包就好了。好，一包。今天是牛，对，还没有毛豆公，味道怎么样？有没有毛豆的味道？好好吃。磨刀的故乡新市区10月27号举办磨刀节，会场上按磨刀、磨刀冰淇淋到磨刀米，拢吸引了济济民众的眼光。啊，这是你感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因为时间的真紧促，我来先感谢我今仔日啊所有平时的贵宾。除了好吃的磨刀料理，由新市区幼稚园小朋友演出的毛豆宝宝，古锥可爱模样，更是赢得了现场民众热烈的掌声。哦，组合像一个毛豆的样子，哦，那个毛豆梗，还有毛豆豆、毛豆角，一个那样。哎，这经过设计的嘞，真好啊！老师非常的用心啊，给他们热情的掌声，谢谢！太好了，来照相机，赶快来，录影机，赶快来。看到新奇的磨刀产业文化节，一档办了比一档好，小徐龙业绩更是欠佳抓袂牢。总干事李兆东是讲，即含着浪费甲原本只销往日本品质上佳好的磨刀提转来，伫个国内卖有正大的关系。那么这几天我们由于新市区农会阿迪大力推，在介绍这个毛豆的营养价值，我们把它转到国内的市场。那在这几年中呢，我们有几点的这个成就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栽培的面积呢啊增加了啊一倍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销售的金额啊成长了6倍，那销售的这个量呢成长了4.5倍，这是这几年我们大力的在推展这个毛豆的营养价值，让以前我们毛豆的最高品质都是销到日本去，那我们把销到日本的这个 A 级品我们引到啊我们国内的市场来向消费者啊做一个介绍。毛豆的故乡是咱新市啦，过去上上热的时阵有1000几公顷吼、哦，这几年来伫李总干事吼，啊，含大家努力下面，一年比一年增加种啊，这个种作的面积一年比一年增加，现主持才差不多是150公顷左右吼。咱若论单类的农特产品，外销的金额上侪有那是毛豆，啊，有那是毛豆。一年差不多17亿左右啦，吼，17亿左右。啊，这拢是大家辛苦拍拼累积起来，吼。啊，我伫咧遮向农会，吼，啊，向区长，吼，啊，甲大家表示感谢，有恁的拍拼，吼，才有今仔的成果。伫个大市场，俄罗新市农会含着农民合作一心，为毛豆摕下这么水的成就表达感谢了后，观众所期待毛豆公主选拔来登场了。